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是得胜的早晨，阿们。今天我们又再次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可以一起来朝见主，一起来敬拜主。当我们在这个疫情严峻的时候，我们最需要的是神与我们同在。透过敬拜，透过赞美，透过我们一起领受神的话语，让我们今天能够重新得力，再次靠着主的恩典，让我们站立得稳。我们不要害怕，不要惊慌，因为主是那位信实可靠的神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我恳求主今天来赐福你，帮助你走过现今的困境。无论目前处境是如何，求主开我们属天的眼睛，帮助我们思想生命的意义，并且使我们能够看见真理的亮光，使我每一位孩子们都能够得着他的恩典、救赎与丰盛。好不好？让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敬拜他，来回应他，展开属天的翅膀，让我们一起来荣耀赞美他的名。哦，主，我要来敬拜你，站立在你的宝座前。哦，主，我要来亲近你，在你的面前我献上我的心。哦，主，我要来敬拜你，站立在你的宝座前。哦，主，我要来亲近你，在你的面前我献上我的心。展开属天的翅膀，我要飞到你身旁，冲破一切的惆怅，我要向你来歌唱。展开属天的翅膀，庆祝荣耀的你的宝座在天上，你是我王。哦，主，我要来敬拜你，站立在你的宝座前。哦，主，我要来亲近你，在你的面前我献上我的心。展开属天的翅膀，我要飞到你身旁，冲破一切的惆怅，我要向你来歌唱。展开属天的翅膀，庆祝荣耀的天堂，你的宝座在天上，你是我王。展开属天的翅膀，我要飞到你身旁，冲破一切的惆怅，我要向你来歌唱。展开属天的翅膀，庆祝荣耀的天堂，你的宝座在天上，你是我王。展开属天的翅膀，我要飞到你身旁，冲破一切的惆怅，我要向你来歌唱。展开属天的翅膀，庆祝荣耀的天堂，你的宝座在天上，你是我王。你的宝座在天上，你是我王。
高坐在天上，你是我王。是什么爱能够让我们经历孤单害怕的日子？是什么爱能够使我们从深渊的谷底而爬起？是什么爱能够面对困难的时候而重新站立？是这份爱拯救了我们，救我们，赎了我们的罪恶，带领我们进入光明，领受他丰盛的生命。是这份爱，主你走向十字架，是这份情，主你甘心舍命，是这份爱，主你默然无言，是这份情，主你爱我到底，主你爱拯救了我，救我脱离罪恶，带领我进入光明中，享受主丰盛的生命。是这份爱，主你穿山越岭，是这份情，主你门外等候，是这份爱，主你深情呼喊我的家，哦，起来与我同去，冬天雨水已止住，地上百花开放，深愿我家哦能相随，天涯海角永不分离。是你，是你，轻声耳边呼唤，是你的爱，擦干脸庞泪水。是你，是你，医治破碎心灵，是你的爱，我愿奉献一生，主你爱温暖我心，恩典一生相随，叫永不分离。主你爱拯救了我，救我脱离罪恶，带领我进入光明中，享受主丰盛的生命。主你爱温暖我心，恩典一生相随，唯愿我紧跟主脚步，天涯海角永不分离。
是你，是你，一直破碎心里，是你的爱，我愿奉献一生。